还好吧，漂亮礼服很丑就很丑啊。今天你是主角，就是我丑一点也没关系，脸漂亮就好了。Hello L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欢迎来到闺蜜诊疗室。第一题，一直被已婚的闺蜜朋友们催婚要怎么办呢？这问题真的很难，因为我也很常遇到这样的事情。通常都会说，我觉得还要再更了解自己多一点，以后再结婚，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那怎样才算真的了解自己呢？见仁见智咯，通常都是简单的就带过去了，好像不会特别再跟他多说什么。这个问题压力太大了，下一题。我很讨厌小孩，但闺蜜一直带小孩来我家玩，怎么办？半天死亡哎，为什么回啊？很讨厌小孩。我觉得如果是闺蜜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说呀？直接跟她说你不喜欢小孩子，然后不要互相造成困扰。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出去玩，但是小朋友可能要托给其他的闺蜜照顾，或者是请先生帮忙照顾，好吗？不要不说出口，这样子你们两个会产生一些嫌隙哦。这样就不是真正的闺蜜，你们就是假闺蜜。OK。不一定会说是假闺蜜，可能是会不好意思说出口。我是觉得好朋友间就是不要不好意思。看到闺蜜的男朋友出轨，要跟他讲吗？天哪！我们是有 round down 的吗？我怎么都没有看到这些题目，我觉得好恐怖哦。我觉得我会先再多观察一阵子，或者是。可能偷偷的给他一点提示吧，因为舍不得他马上受伤，可是又舍不得他真的这样子受骗，所以可能就是偷偷的暗示他，或者是直接告诉他男友，应该自己承认吧，我也不知道，没遇过，好可怕，好可怕。答应当闺蜜的伴娘，却发现伴娘礼服很丑，怎么办？还好吧，伴娘礼服很丑就很丑啊，好像没有关系，我是不介意啦，就是当伴娘的也不用太介意，反正新娘才是主角。如果新娘是故意的，那也没有关系啊，因为表示她觉得你太漂亮，她希望你是她的好朋友，但是又不想你抢走她的风头，于是给你一些很丑的衣服，但是没关系，好朋友就是要这样子。今天你是主角，就是我丑一点也没关系，还好啦。脸漂亮就好了。已婚的闺蜜跟自己渐行渐远要怎么办？哇，我的确身边有非常多朋友也已经结婚了，渐行渐远也有一点点，因为他们开始有自己的小孩子，然后他们出去玩的朋友们都会小孩带小孩，我去的时候他们都在聊小孩如何如何如何，那我都听不懂，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妈妈跟妈妈相处的时候就是会忍不住想讲小孩的事情，可是如果当我们这群好朋友都是其他人，可能有些人未婚的情况下的话，聊女生的话题，她也会有一种回归年轻，跟回归那种比较少女的自我，所以就不用担心啦。闺蜜的男友一直误以为我喜欢他，要怎么办才好？这个困扰是。你看到我满脑袋上面就是问号吗？可以帮我就是做问号吗？如果他一直误以为你喜欢他的话，那你是不是要跟他讲清楚？就是说真的没有，你想太多了，或者是跟他保持一点距离。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是我的好朋友的男朋友，或是我的好朋友的老公，通常我们闺蜜们好像都有一个默契，就是不太会去。跟他要特别熟，就是跟他的先生或者男朋友要特别熟，相处的时候都还是很经常习惯性的大家玩在一起，可是我们不会有私下的联络方式，就不会有那种好像被闺蜜胡思乱想，也许这样做会还不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闺蜜们是怎么做的。以上就是礼貌又不失尴尬的闺蜜诊疗师，希望有帮助到你们哦。